天哪，你的脸好凶啊，你会怕呢？你和蔼一点好不好？你那个脸很讨厌。小珍珠，你的脸可不可以 friendly 一点？又要睡着了，你又要睡着了，你才起来两分钟哎！叫一声 baby 哦，跟我。你只要逃避耶，还在那滑手机。这位妈妈已经塞缺生药了，重点是她还在狂滑手机。这个孕妇，她刚刚明明就爱脚，看到镜头就变这样，宝宝的样子。上元中级，你准备了什么？学习桃花好多、哦，经过了四个多小时，还是没消没息的哈、哦。然后你姐夫，我想说他怎么去肯德基那么久？他说肯德基太多人了，跑去夹娃娃。我去练功，那个东西不练功力会丧失。肚子已经快痛死了，跑去夹娃娃。但是我加了一个很实用的东西。他还逼我带着蓝牙耳机，走走走，走走走。在这里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，慢慢走，没有人会理我们。他现在连一指都没有，比较大猪变来了。我已经带了。十二号了，我们已经在医院待了快十一小时了，还是没什么进展，还在开一指啊。一点五指。哦，一点五指啊，还不出来，今天一定要有结果了。医生说的。医生说，宝宝待太久了，然后他一直提。不爽，你要把他赶出来。十月十二的两点了，现在大姐要进去剖腹了，因为已经超过催生二十小时了。这个针超粗的哦，一次打两针，给你进好不好？干嘛？你怕脸大是不是？嗯。然后看一下这个脸比例有多大，下巴不见了。好，宫缩。哎呀，大工程，要进去咯。你要记得他们两个的。神父字体重号3225号，前面一号我看到号，就在这个假印的印名号，大家1234553号，这个1234553号，我们看一下屁股，屁股没有太明显的材质，那先把它放到婴儿室哈。来，看宝宝了哈，先改一下改年。那性别的话哈，刚刚让妈妈看过了哈，我们再看一下妹妹，好，那出生脚印的话，还有四肢外观都让妈妈看过了。珍珠妈的第一次肌肤接触，又哭了。手术完的快第五个小时，现在已经在病房了，剖腹，所以现在子宫会痛。这个门把已经快被她扯烂了。今天是产后的第二天，是她的月子餐，胃口很好。这里，我家小珍珠好漂亮。我是恩恩阿姨，张开眼看我啊，有没有礼貌？我等一下会不会手机掉到她脸上？感动感动，眉毛的颜色还蛮好看的，这个眉粉啊，哪里买的？你怎么会生出这么可爱的小孩？没道理啊！大千医院的单人病房也太爽了吧！这样一天多少钱啊？3500。可以可以，把一个麻将桌，是不是这边摸两圈？久久初相见啊，他的嘴巴好可爱哦，太疗愈了啦。小朋友皮肤都会那种粗粗的，还是他现在不会啊？之后会了。因为你有擦青春乳。我们家的小孩就是嘴巴都会下垂，不过他眼睛没有很垂，他闭起来是平的。我眼睛闭起来也是垂的。我现在很丑，你不要这样，我已经六天没洗头了，好恶心哦。你现在这个针筒要干嘛？挤奶的，可是我现在奶量非常多。喂姐夫哦，这很珍贵，我不要喂姐夫，这是初乳。那你有感觉到你的肚子被这样没有拍？完全没感觉，就是会有点累啊，因为麻醉到这里，它会到胸部，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喘不过气。所以从你推进去剖开到爆出来多久？20分吧，15-20分而已。这么快？小珍珠一伸出来，他就抱在你旁边。没有，搞很久，因为他们在自拍。我只说快点，怎么还不来？流泪已经流到已经干掉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你要特别感谢那护士哦。谢谢那个护士啊！第一眼看到小珍珠有什么感想？那个护士就一直说来啊，那个什么手指头、哦，我都没有在看，我都一直看他脸。还没推过来的时候，我就跟护士说他有头发吗？因为妈说我小时候光头，到1岁才长。那你看到他的脸，第一个想法是什么？没有，我很快就被那个啦。走了，没有想法，没有想法。小珍珠，你妈对你第一眼没有想法、欸？不是，伤口在痛，天哪，麻醉退掉是宫缩跟伤口，重点是他会打那个针，他那个针不是帮你减痛，他是帮你帮助收缩，所以你就是加速收缩。然后我第一次上床起来的时候，超痛的，你会发现那个器官整个在慢慢的掉下来，就定位对，好恶心哦。好啦，这就是剖腹产了，大家自己参考一下，参考个屁、啊。最痛的时候是刚开完的8个小时，现在已经第4天。现在我可以。
我老公说我很强，忍痛度很够。我剖腹第二天就下床拔尿管尿尿，第三天排气，然后医生说啊你尽量要大便，伤口很挺啊，你要给我爆杀。结果今天早上自己大便哎，自己那个拿捏那个力道就是这样，慢慢的下来，不要一次啪下来，因为痛，不会痛。那个力道可以慢慢的，那个跟皮针来。你太痛的时候先夹断，去就不回去。天哪，你的脸好凶啊，你会怕呢？你和蔼一点好不好？嘴巴，你那个脸很讨厌。小珍珠，你的脸可不可以 friendly 一点？又要睡着了，你又要睡着了，你才起来两分钟哎！珍珠，你的饭饭最珍贵的出炉。他笑我年纪小，又笑礼貌，又笑我志气高，年纪小志气高，将来做个大。礼貌在哪里？你这个小眼睛、小鼻子、小嘴巴，我这个手这抓，我就可以把你抓住，全部都包住。哦，好了，没事了，对不起啊。好了，对不起啦，开玩笑的啦，脾气很差哎。我们现在换尿布了， okay 啊、你看婴儿的期待，我要吐了。妈妈第一次帮你换尿布哦。王母坐下来，王母坐下来，王母坐下来。会不会晒已经都抓出来？啊，一度要放屁，应该就是啊，你要让我你晒抓成这样，然后你还不哭哦？他的晒都不错。哎呀，我看到他抓晒了。哎，你帮我比起来，这是什么颜色？金木火，那个大亨宝。对，问大亨宝。家里阳光会更好。哭都这样子好听。好了，没什么好哭的。女子汉，换个尿布而已，哭什么哭？成功！换完尿布之后，要用酒精清他的脐带，油跟布网。对，宝宝喝奶奶。哦，你看，对，你这个老婆真正可能就惊吓。有啊，我在喝啊，针筒都没了。你不能一次喝那么快啊！喝完一管了，还在挨。来了来了来了，那我给你听邓紫棋的歌。他快喝完第二管了，要赶快给他第三管。阿姨准备好第三管了。小老头拍嗝，咳出来。姐夫就有自然卷，所以小珍珠也有自然卷。我很累了，我不想打嗝了。想打嗝才不会吐奶啊。嗝了吗？是嗝还是咳？没有，他这样就是在打嗝。哦，有他。好棒哦，你打嗝了。你知道你现在把他的脸弄得有多丑吗？我打完了，要不要放我回去了？不行，你还在打。好累好累哦。小珍珠母奶喝不够，喝到要喝配方奶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在帮我姐吃她的月子餐，我会不会回去就发奶？蛮好吃的，其实一天1043餐。刚刚小珍珠靠高，我们想说是不是要换尿布？她妈检查了两次，都跟我们说没事没事，很干。结果护士一来就说，哦，这个尿布很湿了哦。然后护士还说，她现在非常饿哦。她妈不知道在干嘛。我第一次啊，我还在学啊。先洗个手，讲到吗？在我身上，他人生的第一瓶奶是我喂，不是因为我很累啊。不管哪个生第二杯。小珍珠是假，先下面的头是小珍珠。小珍珠，我们要回家了，很高兴见到你，希望你长大之后会看这支影片，我会强迫放给你看。那时候阿姨已经50岁了，卖靠羊。我们要回家咯。啊，姐夫，你不要再惹大姐生气了，乖乖听话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夹娃娃吗？可以。一个月之后就要带上来玩，知道吗？那就过去。拜拜。